连女朋友请下次来找我吧。大家好，又一次见到我。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江南 style。啊，开个玩笑啊，其实今天跳的不是我，而是小鹿盼同学。当当。首先，我们往试管里加一些三到四颗白色固体。接着我们用点燃的酒精灯给它加热，要把这白色的固体给它融化掉。中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。嗯，好像燃烧的有点不够猛烈哦，没事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用准备好的小木炭。大概3到4斤大，然后再加点小，可能就好。我感觉小木炭同学都有点耐不住寂寞，想飞快的往里面跳跃。嗯，我们看到这固体快要融化了，固体完全融化。下面我们就把寂寞的小木炭同学往里面加入。好嘞，小木炭好像有点害羞，不愿意跳舞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给他施点魔力。咦，跳起来了！哦，好漂亮啊！小木炭同学跳得好欢快哦。上面还带着一层腾腾的薄雾，这是要下雾玩去吗？好像是还剩一个小木炭在跳，别的小木炭去哪了呢？真漂亮！好的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就是我们表演的，我们是实施组，请为我们加油。